在双清那边说过一句话，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呢？95%以上的病人怎么西医多少，中医多少，现在什么样？哎呀，人人的头疼，人人发愁。他说要你是总理你怎么办呢？我说我不是总理，你要是，我说我要是那好办极了，4个字就把这个事办好了。什么字儿？我升降出入啊。会治病的出来，不会治病的回去。药费太高降了下来，疗效太低升起来，不断了吗？我说哎，你这个简单，我本来就是个简单事儿。这么简单事弄不成，弄不成，他说我说我不是总理呀，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我不是总理呀。我不考虑这个那个各方面的利益，我不考虑这个。咱们现在开始交流这个潘一星。昨天我留给你们的思考就是潘一星今天提出问题了，一边弄不懂弄不清，不往前走，非把这个系统弄得彻底的清楚，到时候你可以运用自如。这就是这部分常见的做好的，这是你最下身手的那一部分。你刚刚说的那个分泌系统，是不是指那个分泌系统旺盛的话，它的整个人体的一套生化程序就是完美的，是这么一个状态吗？对。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么您说的那个代谢系统，是不是就是指那个比如说这个大便它从肠那个大肠顺利排出这个体外这么一个过程，这其中一方面啊。然后那个小便从那个就是肾排出体外的一个过程，这也是属于代谢系统，是您指的代谢系统吗？还有一个，还有中间代谢。中间代谢，您指的，就是饮食，饮食进入消化系统以后，分解、消化酶之类的过程、转化、利用、储存，这个中间系统。那您说的这个分泌系统，实际上就是为这个代谢系统这个分泌的分泌酶，就是酶这些分泌液啊。嘴一口馒头，一块红烧肉，它没入口的唾液先出来了，到口的阻胶从食道到胃分泌液出来了，这不是分泌吗？到了小肠的小肠的分泌，到大肠大肠分泌，这是一个分泌系统。内部像胰岛这个啊，什么胰岛、甲状腺、脑垂体等等等等的腺体，它分泌的血液里头的是内分泌，分泌到体外的这是外分泌，我们归成一个分泌系统。为什么归成一个？不是我想归就归，因为啊，它这个呀、啊，
它本来就是一个系统，因为出入出如果要没有内分泌，这个生活过程就不能完成，没有外分泌，那大便都拉不出来，小便也没有，汗也没有，那不行，其实不汗的死，看起来这个外分泌对你身体同等的重要。我们这说一个分泌系统，我讲的生化为的是内分泌。那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分解合成转化利用储存这个中间代谢，我们作为就是医生能够帮助的什么？因为我感觉是就是我理解是这个中间代谢是需要这个分泌系统，特别是内分泌这个系统分泌这些什么生化酶来帮助中间代谢完成这一系列生化程序的。对，那对于中间代谢这套系统就是我们医生能帮的是什么方面？因为我觉得好像分泌系统已经做完了，就咱们使分泌旺盛就可以了。他这个完了以后啊，他就成了营养了。对，成了营养，那是在血液里头啊，还是进入血液，进入血液从门静脉啊，从门静脉入肝，入肝再进行一次调度，进入循环，这个是绝对可以利用的东西啊。到循环，循环攻击每一个细胞进去，又把细胞里头代谢物质带出来，这就是那个车，把吃的呀给你拉来，把你废弃的也拉走，这不是一个回路吗？都是回路。你看信息系统也是个回路，分泌系统也是回路，代谢系统也是回路，循环系统也是回路，没有一个不是回路。一个大的圆环生物环，明白了吗？谁还不明白？这不是你那个生理学，比你那个生理学高的多，完美的多。你说，哇，你说这个排异反应系统，那么又提到了就是共生系统，这个自我更新系统，那么就说在提某一个这个十一大系统，或者提某一个系统的时候，你也是在一个这个整体的系统里边提出一个单项的概念来梳理整个各种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我理解是这样的，是不对。然后再就是直接是针对临床用的这种治法。我是这样理解。我有听清这回听不清这回，我重复一遍。这个排异系统它的活动，第一个是自主的，这边为什么说的吧，不是谁让它动的，它是自主的。第二一个，有一个信息系统参与了，为什么说
一个细胞的活动，全身细胞的活动，这是一个在这个活动当中又有分泌一种的活动，同时有代谢系统的活动，哪一个该分泌，哪一个不该分泌，哪一个该分泌多，哪一个该分泌少，完全是一个动态的，谁来调节这个活动的强度，活动与不活动，非常复杂的一个生命活动，要没有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是不可能的。甚至人类营造的这个信息系世界，你差十万八千倍，你差得远。你虽然一个圣音长全国知道，但是哪一个该这么着，哪一个不该这么着，你没说，你说给全国，你说给哪一个一个一个的说给吗？他这个只要信息一通，哪一个该干什么干多少都知道，所以他是非常神奇的一个信息。一个共生系统参与了，我们咽一口馒头，你看有多少组织下动后动，动与不动，这是个共生系统的活动，用不着谁来呢，用不着谁来指挥，就这个马桶里到嘴都开始动，有一个不动，生命就不能存在。所以我们叫这叫共生系统。你这打一个喷嚏，多少组织在活动呢？你数数，说拉就拉，这些组织都在活动。哪一个活动的太强了也不行，太弱了也不行。所以这是个共生性。说一个排异性本能在活动，多少系统参与了，我们要建立一个整体思维，从这些道理当中，也就是说从这些生命现象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整体的活动。所以我们的思维要建立一个整体的思维。我发现了你们许许多多的人不是整体思维，在整体中老是说那儿，一个人肚子疼，说起来那儿疼，就说你是胃疼，好，举下的胃了，你还说清了吗？你说不清啊！哪天来那个疼的，我问他，你疼的中了什么样哪一位？我说胃疼。你看我哪一位要治胃啊？不是啊，有的人生气了肚子疼，怎么生气会肚子难受啊？
是存在的，就是有灵的，他就是他就生了个解脱作用。我说这个病吃药已经不吃药一些，要不吃药马上他都高兴了，我说不疼了。吃药也不能治了，治胃怎么治？您那个药方出来了，我说不治胃，那怎么了？他胃呀肠，整个的消耗系统的活动停滞了，他就胖。他一活动就舒服了，赵真为什么就针灸为什么那么快啊？说肚子疼吃三粒，三粒这是胃的调经络，胃里是胃，他就指这儿，你就说他是胃，那个没有关系，你说他说话他也不说话，反正你刺他都不疼了，这一点是准的。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思想非得局限在一个小小框框里头。我对于这个东西这个反感的程度啊最大。挺聪明的一个人呢，一来这一套就完了，那聪明没有了。弄缩成一个疙瘩，成了个瘤了，溜住了。你看看这个天哪，二看见黄子了。没有，最大的一个框子就是宇宙万物的一个大循环。你不出这个循环啊就行，出不去你可回不来。你反正我是不守约束，大概你们也知道，我那堂上叫三不堂，胡说八道，胡思乱想，胡作非为，这是别人看的，不守规矩。但是我有一个方法，一不犯法，二不妨碍人，就这么一个小方法。我在一个框子里头，本能本没有。我就是因为喜欢胡思乱想，喜欢胡说八道。你听着有理，你得听；你听着没理，你就别听。谁想说？就今天提这个问题，这实际上是有关系。我想就是那个人在那个比较忙碌的时候，工作忙的时候，一般不生病。当一歇休息下来，一放松的时候，就开始生病。是不是在这个紧张的时候，他可能排异活动和基础条件能力都降低？一到休息下放松的时候，这个活动增强，可能这个强强的不是，这个不是。这是我说那个第十一个问题，一年呢，大家考虑是不是？
我打那个比方，一个战士在战场上腿大腿上中了两枪都不知道，怎么不知道啊？眼睛冒着火顶着这是敌人，冲锋号一吹，端起刀来端起枪来都往前冲，那嘴好像要哭了，冒着血跟敌人玩命来。为什么？意念，这个意念呢，心里头没有什么，就是冲上去把刺刀捅在敌人胸膛里头，别的没想，产生一种能量。反正敌人捅刀了，他看见自个儿在冒血，完了走了吗？走不了。这个好多的人在战争中是见过的。我们有没有这个时候，在干着活的时候手着绳子都不知道，哎，可能来的血哦，找不这样了都不知道。你没事的时候，你这边我找你啊，你看他，我找你啊，啪一找你受不了，这是个意念的。咱这活干完了，哎呀泄气了，你现在这儿那手那儿那手开始了，脚出来了，这不是拍意，这是意念的。大家想是不是有这经验的？我是有这经验，到路尾一些时候都忘了害怕了，到过去了一下，好家伙，好怕，才开始害怕了。当时不怕，没功夫怕。但是也不都是这样人，也有那刀还没来呢，脖子先疼了。这一年这能量确实是非常大，人和人不一样。我一个朋友也是搞地工的，找日本鬼子发现了，得吊起来，倒背着，腿也背着，手也背着，吊着放凉，厨房那看烟上的香烟，抽那个香烟。一切都给搁在金阳了，暖和呗。我们这位同志说还行，你把我叫爷爷我给拿下来。他说小子，你给我，你把我叫爷爷，我再让你放上两根，整一种气势，整一种意念，不倒，嗨，看谁疼，放上两根，两根香烟在上那么照，他嘴里的嘛，这么一问，这治不行啊，要治不服他，非得嘴里掏出事儿来不行。
弄了17个老兵人的苹果都他妈烧红了，叫了他，别说他走，他说躲开，你喊爷爷自个儿走过去，刺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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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了，说哈你好，我给你走回来爷爷看看，爷爷给你走回来了，走了个来会儿，叫小子的模样，好像是那么。这种人很少，但是你不能说没有，这就是阴阳症。过后我问他，我说老陈，你给咱讲讲怎么个味儿，这边儿他出来讲不了，你要想知道这味儿，你得试试，你得知道了。我当时想什么？我当时想什么？那咱爷们一辈子没服过呀，不能服了鬼子，死也不能服了鬼子。哦，明白了，就这么个意念，就支持他，在他人生上写了这么一段历史。这是个意念呢，你用不用你的意念呢？你怎么着用别人的意念呢？去对症保护生命，完善生命。你看癌症多少是吓死的，这就是意念。去年前年前年信中那个，哎呀，我一看这治不了，我都拒绝了，我拒绝给他治了4个月，一脑袋黑头发长出来了，甲状腺都正常的，来看我呀，你们横着有治过这个人呢，以后咱可以把他请来，你们跟他看看。我操，这个人是用一年能活下来。他说什么？我抱着一线生机，千里迢迢上北京找他，其实他不给我看。我说我吃你点药，我得死，我心里都得难为了。我连一副药你都不给我吃，我死了，我太冤枉了。头着跟药房的，背着我，啊，不叫头着，背着我跟药房的，闹了4个月的药回去。到那的时候，嗨，就这么一飞，没有了。不就是死啊，什么时候也得死，谁也得死，什么时候死也行，拖一天算一天，把生死抛开了，回去吃了个玩，吃了个玩。我认为这个人活下来是把生死抛开以后产生了一个能量活下来了，活得好事儿。他这个癌又做手术，又化疗，又扩散，满肚子没好地方。一年呢？发誓有恐惧的一个也没活下来，
从排异系统上说，接着说，老出岔。你说。就怀孕的时候呕吐，是不是越呕吐严重，排异的能力越强呢？怎么着？就是怀孕的时候会呕吐嘛，是不是一种排异的反应？是不是呕吐的越严重，它说明它排异的本能活动越强？对，这个怀孕反应就是这个妊娠反应，呕吐啊什么，这是一种排异反应。这是一种排异反应，磨合了一段时间产生了的应变，没有排异了，变成他自己来了。生命本能选择的第一个就是生存，选择的第二个还是生存，他所有的选择就是这两个字，生存，不矛盾，生命没有矛盾，人自己处处是矛盾，生命世界里没有矛盾，你千万记住这一点。你说大自然的事哪还有矛盾？咱们今天我都说一个题目，你回去找，在大自然万物里头找出个矛盾来，我看看。接着这个啊，回去找一找，看有矛盾没有。有点意思吧？这是以前没听说过的了，都什么矛盾论，什么处处是矛盾，都是矛盾，整个这个世界是矛盾，到这还没矛盾呢，怎么回事呢？你找一个我看看。你相信不相信找不出来，谁要相信找不出来举手。为什么找不出来？为什么找不出来呢？你要是说本来就没有，那你就别说了。你要说能找出来，那矛盾论是怎么回事啊？那你就说，那你得去说。谁相信有矛盾？你说矛盾。我是觉得应该如何首先理解什么叫矛盾。矛盾我理解就是一个对立的一个东西，但是哲学也告诉我们是对立统一的东西，它是在对立中去均势，去互相制约，但这种制约也同时产生了互相依赖。我是这么理解这个矛盾的，但总的趋势就是大家一起和平和谐共存，这是一个大趋势。我是这么理解这个矛盾。对呀、啊，我可以说是差不多。你要把一个东西分成两个，这个是什么？
你把两个合成一个就没有矛盾。你想一想，我们这个世界是把一个分成了两个呀，是把两个合成了一个呀？我说万物处处都是合成合一，你说在人类还有动物里边有一些同性恋，然后同性恋不是大自然的矛盾吗？他说那个就是在人类社会中还有动物中也有一些那种同性恋，这种同性恋是不是一种就是不符合这种大自然，是不是一种矛盾，生命的矛盾，生命的一种矛盾，大自然这个不是矛盾。什么是矛盾呢？同性恋都是矛盾，也是合一的。但是不能生孩子了。啊？他说不能生孩子。没有生命。不能生孩子，这个是男女合一，不是也有不生孩子？你哪能生孩子？你这叫突发奇想，你没你找不出来呢，你到处找，你还得找出来。它还是一个合一，我说了你们也甭找了，找不出来。因为啊，我们呢，这个民族的观念是和谐，和谐就是合一。我说过，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宇宙万物的合一性。你看吧，一个阴一个阳，孤阳。固阴什么都没有，合起来阴上阳分，一个生命阴阳力绝，什么也没有了。当初啊，这个矛盾会同意，矛盾同意跟我们说的合一不是一回事儿，它叫统一。你是个痛体，我是块败体，咱俩势不两立，烧烧来烧去，烧的剩下我一个了。你完了，我这叫同意，我同意了你了。合一是没有斗争，分二是斗争，那是个斗争哲学，我们是个和解哲学。你说这个饺子间，饺子间有那个水液体的这种饺子吗？这个饺子啊，饺子之间有那个水体水液、液体的，这是不是水中排异啊？不是，不是排异，但是它为什么会有水呢？你这个感染，你感染了，你这个脚趾头啊，它老这么挨着出汗。它容易感染，那现在有那个
能分开纸从那种袜子是吧，你要是有脚气啊，你穿穿这个袜子是要不都光脚。反正北方人啊气候也干燥，赤着脚不大长脚气，一般都是出汗，有不大洗出汗来长。一到南方有湿有弱，容易长脚气。不，他说的这种脚气应该是用排异治法还是制度条件治法？这个看不到这个，你可以外用药，它也往外排，外用药也往外排，别用激素就行。你说，哥，那个刚才说到矛盾这个东西，然后我想起来就是，透表法和那个发汗法，它一个是从汗腺走，然后一个是从那个微循环走，然后这两种方法，就是我记得您说过，就说它该用那个该从微循环走的时候不能用发汗，用发汗的话，它会使那个微循环里面血液变粘稠，不利于它那个微循环的一个这个透表。那这样我就就是想起来那一天您说过那、这个。说过一个肿痈的一个病人，您是用了一个就是麻黄、桂枝、银翘和金花这两种，好像是一个是偏于透表，一个是发汗。但我就不太理解，是不是我自己这么一个框框把自己给框住了？怎么理解这么一个问题？排异，发汗也是排异，因为它有排异的趋势。你别忘了，内寒趋势，看方法是无根之水，它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不能看。现说趋势，发若无寒的窜身颤抖放高烧，它有向外排的趋势啊。我们就不能在那个框子上，你这长疮啊，这是微循环的，你透表啊，不能排反让你错了，要看趋势，什么倒也倒不过趋势，明白了吗？他这个趋势就是要排汗，你一排汗就下来了，排不发烧呢，我们就通大便。不应该是一个人明白，是应该都明白。那天说那个肘痈出汗小肿啊，完了一身大汗，第二天不肿吗？不，那他为什么要用银花和连翘呢？为什么要用银花和连翘这两味药？为什么用那银花连翘啊？银花连翘啊，它也有向外冲的一种辅助作用。重要的还是麻黄，麻黄桂枝一些活血的药，还有那些活血的药，当归、桃仁，他这个血液循环快了以后，在这儿出汗，不照样可以排出汗？
了解这个人体的整个的这个生理的这种活动，就知道它跟这个自主神经系统、心肌系统和这个控制系统等等有关系。实际上咱们了解这个生理过程当中，实际上咱们考虑它是一些方法。刚才你说方法就是看病史，那我就只是了解这个生理过程，我不会考虑你是信息系统出问题还是共生性系统出问题或者其他出问题，我就考虑病史。我说明白吗？是不是我只考虑病史，但是这些系统这些东西我在看病的过程中我不考虑这些。那你只要是毛病史让我好，我说创伤让我好，你归中文论论你没有区别。但是那要文能论呢，本能论是根本，你这个病是从本能论来的。有本能论，你没有见过的病，你能出一个方子，能把它治好。你那个没人说给你，你就不会治。所以本能论呢，是一切保护生命的方法的源泉，在这都生出来、创作出来。这个关系，你说的很对。像是刚才那个说是龙提的第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是内分泌系统出问题，我们怎么帮他？可能我就不考虑你是哪个系统出问题了，我就考虑你的病史，我用这种方法。对，因为病史啊，是你所有的系统的活动的一个下降，这是个重端。说我一切理论我全不管，我都记住了一百个方子，我能治一千个病，没错，一件错也没有。你到我这个反胃的来，你就是好病，没有二话说，绝对是正确。但是我还是说，你还是知道本能系统，知道你这个病史是从哪里来的，就是知其然，不是用这么两句话，知其然，你看看这不是啊。爱情是什么呀？是生命本能。免疫系统是什么？是西方医学说的，人有一个免疫系统。这个系统让你啊，不生传染病，对吧？它不是不生传染病，它就不生哪一个，不生哪一个，它没有一个系统什么病也不生呀，它这么叫免疫。你看这个医生传染病，他发现了有的人感染了不生病，他从外观上去解释他，他有免疫蛋白，哎，如何如何？他是指的一个病，这个蛋白对于哪一个病有作用？我们说的排异系统是把所有进来的有害的东西都出去。知道这关系了吗？免疫系统不等于排异系统，也不包括排异系统，
这是个逢妈牛不相依的事儿，知道这句话吗？逢妈牛啊，小乐不知道，这个讲讲。不知道的举手。哎呀，都不知道，这对我没有错啊！怎么说的这样去呢？是啊，风当什么讲？不是刮的风啊。风当什么讲？当个性引诱，一个马和牛用性引诱去交配，叫风马牛，说这就不相依了。那胡扯，那要那都是胡扯，扯不上边儿。那么牛有点看着，马也不看，离近了那个毛子踹的，那牛都拱他，那要妈不沾边儿的事儿，你胡说毛牛。这么个意思，你是这什么意思？反正他多知道点事儿。你说，是我问一下，这个就是外科病像痈疽、疮疖的这些病，跟排异的关系？什么？就是这个外科，就皮肤科的这种，就是痈啊、疽啊、疮啊、疖的这种，跟排异的关系？有啊。太有了，上方日局排龙散知道吗？我们排龙啊，这是一个它有破口的，以后啊往外排，吃药也是往外排，不是往里排。中医叫脱，脱，他吃一些通血的药，改善循环的药，那黄芩只用足九百床，这不是脱吗？你看这床流水，出水不长，吃了这个方子以后的，它是化脓。就长肉，这不是排异吗？它不是从老小便来，它从这个破口来，这样方便呢。你小便会大便绕多少道弯啊？这样直接就出去了，这是生命最聪明的。宇宙中最聪明的那一部分，你看他这么的拍，他不那么的拍了。咱们不是说过吗？开头是从胃循环头表，你悟了定体了，他得向下拍，从到底小便来，你又无力病体了，它长出来了，化脓了，它要直接着往外排了，里头不通，你看看它多聪明。我说这是宇宙中最聪明的那一部分，它就是排出来要保护生命。
你别把这个本能系统发生是个死物，这是最聪明最智慧超过一切的那个部分。全世界自从没有聪明人到现在，所有聪明人加起来还不如生命本能的聪明差得太远了。这么看，我说中医治病是用智慧，不是你的智慧，别忘了，不是你的智慧，是用生命自己的智慧。你是学习了生命自个的智慧，在发挥回去保护生命，那不是你的智慧，是生命本能的智慧。说，那个郭老，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排异系统它，就是刚才您说那个，它是以那个共生系统啊、信息系统啊，包括这个代谢系统，它是相通的，然后整个系统都在运行。如果它出现障碍，就是说有没有哪个情况，就是说有一个系统，比如说信息系统出现障碍，然后出现这个情况。还是说他出现障碍都是说他整个的本能系统都出现障碍？你说一个系统出现障碍啊，有没有说是因为一个系统出现障碍然后出现的一个就是说一个病理的反应，还是通过说说只要出现障碍就是说他所有的系统有一个出现障碍，就是多个出现障碍。你比方说，一个信息系统出现了障碍，那就麻烦了。你排异该有什么表现没有？麻烦了。你说这个趋势是什么呀？没有。病人难受的不得了，你这个大夫啊不知所措，完了，一个共生系统出毛病，他该怎么着也是不怎么着。比方说，万方堂啊，哪儿也没毛病。就是他相互分离看出来了，你摸皮肤很光很干燥，高烧41度以上，颤抖，冷得不得了，全身疼痛，知道吗？没汗，汗腺不分离，冒红汤，这你看出来了。如果这个共生系统出了大毛病，你看不出来了，你怎么办呢？你就不知说错了。所以这种现象啊，不是没有。我有一个经验，看日个人就是得出汗的，怎么我有出汗的方法都出不来呀？吃了好几副棒棒糖就出来，病人会疯了似的，这个没招了，找我去了。说有个病人让我看冒红汤，怎么出汗怎么出不来呀、我说你看错了。我没看错呀、
我以为他都没有出来，还是啊？你帮我看看去那个。我说行，看看吧。我帮你看，我就出来。我说这个人啊，出不来了，你别再出了。怎么了？我说，多血者无汗，多汗者无血。这个人血太少。哦，我明白了。我说你明白什么了？他感冒以前呢，有一次倒失血。我说对，你出不来汗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说怎么办呢？我们一开个王子补补血补液。吃了，吃了三副，汗自个儿出来了啊！这就是共生系统出毛病。我说话不行，为什么说话不行？没血，血不够，所以不是那个样子。你这个这个方法它不生药。再一不学不业，你自个儿出来好吧？对，你这一生要是有这么一两次就可以，这个人就是从你手脚头超生来的，我说你他必死无疑。千万你别说你一直没用，你要不知道多学这武汉，你怎么知道不学，对不对？你说像我就是我的理解啊，像你以前对比，就是说很多人最后都要死亡嘛，对吧？我听不清楚啊，就是人最后都要死亡嘛，啊，就人最终都要死亡。什么？就人最终都要死亡，最后都要死亡。啊，是不是最后还是因为他的本能系统最后整个衰老了，所以说没办法再积起来了，然后他肯定最后还是要会要死亡去。但是本能论还是在他这个本能系统还是比就是还是可以恢复的情况下，才能起到这样的一个。你呀、啊，你把那要是评议会一说什么都不占理儿。加不上面了。人的死亡在外国来说啊，在西医来说，全世界没有一类不是因病死亡。我说我有中国石油没病，冤气，中国人不叫死亡，叫冤气，冤满，寂静了，静下来了，因为他不是死，他虽然停止了呼吸了，他还活着。你要不服，我给一个例子。2003年廖志法师开方里壮刚一头指甲长头发长，什么意思啊？那叫冤气，那不叫死亡。只有中国人
禀服以后冤狱了，外国是不可能留，外国连这个现象他都解释不了，说是他们呢什么什么什么戴着帽子那科学家，这解释不了这个现象，尸体骨骨怎么还长呢、啊？头发长了多少，指甲长了多少，你看三年了，不是尸体骨骨，肉还是有弹性的，你看所以人的死亡人的寿命直到今天没有说清这个东西，到底人的寿命是多少，这个这么说那个这么说都没有根据，不是你推翻我就是我推翻你，反正他成立不起来这个东西。今天我们认识的本能性，这是人生活的一个过程，到本能系统只要是发生的作用，生命就是存在的，无限的存在，只要一旦本能的活动终止，才带来的是死亡。死亡是什么？阴阳力矩分开了，我再提一下提问题，就刚才您说到这个病例，说多汗者无血，多血者无汗，是中医基础的一些比较基本的理论哈。像读过中医大学的他们可能知道，但是他们也未必会用。没的，我说读过中医药大学的这些学员哈、他们可能知道这些理论，但是他们也未必会用这些。但是对大多数现在就是中医爱好者，没有读正规的把那个中医基础读过的，这一课应不应该补上？应该怎么补上？这一课呀，很简单，算不上一课。这是我们写文章到处发表，大家都知道，我相信中医药大学的都应该知道，他要不知道就是没给他师傅没给他讲，师傅为什么没给他讲，是不是师傅不愿意讲，还是师傅也不知道，这我都说不清了。各种情况都需要，你们念过中医药大学的应该比我清楚吧，我相信一个问题，我今天要不会治病，我教不说一年，我教你八年你也不会，你是跟着我学就是都是浪费时间，今天国务院出台的这个政策就是要撮合医生，没了这个框法卡掉了许多框法，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国家的智慧，这也是人民的幸福。要如果按照过去那个方法不变，那说不清怎么着的。不过就是一个升降出入嘛。
们现在是学理论的，哎，不得不学一点临床。讲完了这个，就是啊，讲临床，不得不提提理论。这么两个过程交互，一个回路重复两次，一个侧重这边，一个侧重那边，最后是都侧重。有这么一个病例，就是一个妇女，就是她是有那个腺肌症，就是子宫内膜异位。那么她每次现在例假来的时候都要推迟10天20天，而且要痛经很厉害。在来之前的话呢，她会手脚都很热，然后出汗出得非常厉害。这是不是一个排异的过程？她有障碍以后，她从别的方面想出来，通过汗腺什么的。这个问题好像是不单单是一个排异的问题，就是有自我修复的一个问题。防这个病是能治，这个病啊，不止其他的什么囊肿啊、肌瘤啊这一类的一个治法，一样的效果。